大家好，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个奥特曼大战哥斯拉的故事。故事开始，一支考察队去了日本一个小岛，结果就失联了。日本特搜队也赶去小岛查看，岛上两只怪兽正在打斗，看起来实力旗鼓相当。大嘴怪咬伤了哥斯拉的手臂，哥斯拉却卸了大嘴怪的胳膊，战胜了大嘴怪。特搜队赶到也不敢贸然攻击，只能偷偷着陆。考察队的基地已经被严重破坏，大家开始分头寻找考察队。在树林中，秋子被藤蔓袭击了，队员大胖拿起激光枪烧了藤蔓，救了秋子。秋子获救后却投进了大树的怀抱，真是没天理啊。另一边，早田和队长一起行动，在山上看到了一头怪兽出现了。怪兽一出场就开始疯狂破坏，早田被怪兽发现了，被一尾巴打下山崖晕了过去。队长来救早田，结果脚下一滑，石块滑落，差点送早田归西。另一边，秋子他们发现了失联的队员，一个小怪猴拿食物救了他。这个时候哥斯拉出现了，大胖和大柱开枪攻击哥斯拉，哥斯拉用石头砸死了小猴怪，也真是实力坑队友啊。大胖一看打不过，发出信号弹。这边早田支开队长，捡起魔棒开始变身，成为了奥特曼。奥特曼过来一脚踢倒了哥斯拉，哥斯拉也怒了，拿起石头想攻击，被奥特曼揍了。奥特曼掐住哥斯拉的脖子，像打儿子一样狠狠地教训了哥斯拉。哥斯拉可吃了大亏，奥特曼又使出一个过肩摔，哥斯拉彻底懵了，倒地不起了，奥特曼飞走了。大家也只找到一个考察队员，另外三个被怪兽攻击死在了小岛上。故事到此结束，测试题来了，测试你会变身成哪个奥特曼？手机截图或按下暂停键选中图片，快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。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，欢迎大家前去观看，记得关注我哦。